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珊珊。这段时间，我经历了一场网络造谣。时间回到中秋节的当天，我发现各项矛头都在指向我，攻击我。此时，我发现事情的严重性，并开始核查事情的起源，且已向公安机关报案。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从业者，并未做过跟工作无关的事情。至于你们议论的房啊、车呀、工资啊，这些都是有备案和记录的，假的真不了。我努力拼搏走到今天，并不是让你们那些无知的人拿来诋毁的。